小叉 DD 在路上，今天是我们冬之旅的第71天。我们现在在南极，这里有没有特别像南极的感觉？其实我们现在在马旁雍措，现在我们的地方是在马旁雍措的湖面上。为什么班哥整天都是那么开心？我们在湖上就能远远地看到冈仁波齐，它是冈第斯山脉的主峰，海拔6656米，也是冈第斯山脉的第二高峰。这一片山脉就是著名的喜马拉雅山脉。滴滴身后的这座最高的山峰是阿里地区的最高峰纳木纳尼峰，海拔7694米。这个地方就比较适合班哥拉雪橇了，是吧？看一下这个湖面上特别的平。这是我们在这儿待的第二天，昨天班哥就是沿着这上面有一条路一直走一直走，转过这个弯儿，还在往前面大概2公里的地方，班哥和四月这俩家伙就是不知道方向啊，一直往前面走。虽然前两天在下雪，但是这个风特别大，湖面上都没有积很厚的雪，这下面的冰啊也是结得非常厚。看一下这是什么神兽的脚印，叫班哥过来对比一下。他走路的脚印为什么都会带一条小细线？对，他走路会在地上拖一条出来。怎么样，冷不冷呀？看看现在的夕阳，我们的影子都拉这么长了。我们今天下午就是看看风景，虽然这全是冰，但是也可以水一下，是吧？看见了吗？纳木纳尼峰，山上的风应该特别大，这个雪从山顶到山腰全都吹散了。走吧，我们走回去了。我现在只能拿手机录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相机又给冻关机了。走了，我们快点走回去吃火锅了，好吧？四月也开心了，是吧？快点走了，赶紧回去了，好冷，走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正前方，冈仁波齐，冈第斯山脉，怎么样？这个日照金山可以吗？赶紧上车了，这风景车上也可以看呀。我们还可以吃着火锅看风景，哇，好冷好冷，真香啊！就是，这外面-20度了，现在能吃个火锅就是享受呀。姐，你冷不冷呀？这家伙，这俩一点都不冷。看看我们外面的风景吧。现在外面已经-18度了，这风景是真漂亮，这冷也是真的冷。赶紧关上，赶紧关上，车里头看啊。安哥，你怎么眼巴巴看着呀？呀，脚下去。安哥，我只觉得你是故意的，真的，我每次都觉得你是故意的。你看，四月的头都挤哪去了？我头都往这摸。是不是故意的？嗯，四月每次在夹缝里边。好了，我们先吃饭。一会儿喂你们。关猪，你一点都不冷是吧？看你那样也不冷呀。等过2天这柴暖到了，晚上给你热的伸舌头。睡觉。